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生活不变，压力不断，多么渴望放下身段去流浪，头顶着苦热的煎熬。以后感觉好像怎么老觉得有点好像口齿不清的感觉啊，时间很重要，就半个小时讲话要快一点。哦，正是，那就正选八个内定，因为啊，那口齿不清不知所云，样样心中都不行，小虎的歌曲会上瘾，世人的个性最清新，红山灼灼是邓安宁，庄小文的歌声最真情，人才济济我们一营，跃跃欲试有信心啊，有信心。现在我们就开始，你关注我现在比赛一下，看到谁声音比较大，看看两边的好不好气势如何。来，小董队的，来，这边谁的声音比较大声一点啊？好像，哎，看身材应该行力哦，哈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要大声一点，我喊小董队，你要加油哈！哎，大家旁边一起配合一下啊，帮帮忙哈，赢了后就有奖品。小董队，加油！八对，没有按图上。哦，这个没有打开，开始。再来，来来啊，来，与小董队，加油！126.4，126.4啊，准备啊，预备，进，加油！132。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，我们送你高级休闲食品，还有精良饮料。这口气怎么能够咽得下呢？没关系，张小文，来，现在要来。啊，我这一二三呢，看那个把那个分贝器叫坏了，看到吗？一二三，127.7。邓安，邓安妮，他一定胳膊往里头弯嘛？你爱不爱你太太？爱不爱？我们先生有没有奖品？这比较重要，没有奖品，只有现金而已。奖品至上，来，回去还不是对分？好，准备了，赢了127的，127，来，预备，去，126.5，我们赢了啊！不，我那天看见他故意的嘛，这收0.5哎，怎么可能？这夫妻他回去来翻脸，太妙了哈，我们这个。先吃，哎，我们先得到500块钱，恭喜你们旗开得胜。就像你说的，让你们甜头吃一点，你们还有心情来比赛。其实，当然好戏在后头。对，我经常讲，好戏在后头啊，千万别转台。来，马上进行了我们更精彩的现金满天飞明星对抗赛。为什么哭泣？伤到心中，痛得不如意。全部都冷气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凭良心啊，我是蛮心虚的，因为邓爱玲很爱她老婆，刚才就故意放水，输0.5，不是这样。接下来她又不是歌星，怎么跟她老婆比呢？节目来的啊，来音乐请下，老师来。也不是我的过错，如今这款的后果，真是让人想拢无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无人比我对你搁较好。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咱的缘分爱这么好？500块钱拿的是心安理得，实至名归。哎，我们给的也是心情非常愉快啊。其实不懂邓安宁跟他老婆张妹妹到底来这个单元来这边干什么的？你们是来打拍台来聊天的？没关系，老师啊，来，你看有没有东洋的，有没有英文的？让我们看人选。
唱一句，我们来看看你。女孩为什么哭泣？难道心中藏着不如意？女孩为什么叹息？不甘心底躲着忧郁？年纪轻轻不甘心叹息，温柔眼睛不好尽哭泣。我们让邓爱玲跟老婆合唱，好不好？两个一起唱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们合唱，来来来一起唱，好不好？来，会啊，来，这不会你这来。歌词，歌词就不能有歌词啊，来。女孩为什么哭泣？伤到心中，藏着不如意。女孩，全部都，哎，好，来，再给各位个机会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却留。今日断我心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浇愁愁更愁。平常讲这个徐志亮歌是唱不是很可以唱完，嗯，可是他所以前面会唱，你们这两个一个人会唱，不会吗？所以你要不要再拿？蔡小虎会啊，来老师来，来来，不会的，自己都说不会的。拿五百来，拿五百来，好了，挖给你，挖给，哎，真的，来，我们给徐志豪鼓励一下。徐志珍啊，不是徐志，徐世珍。那你唱一遍，我觉得他更唱蛮好听，真的好，真的。老师来，因为现在这么华师包青天主题曲啊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乱我心多烦忧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浇愁愁更愁。再来，看似个鸳鸯蝴蝶，不应该的等待。那个伴奏老师。伴奏老师错了，你要罚五百了。这里进入 B 段，这个比赛到这第一次，歌星没让做，老师做了，要罚五百的，没关系，罚五百，来来，这五百我不要了，可以吧？要啊，怎么不要？他唱的很好。哎，谢谢小董老师，罚五百。好，那个累计多少钱？啊，你别藏起来了，多多少少有点用。多少钱呢？两张噻。一些当票，这是我刚才大叫的一张，然后三余张，不用解释，蛮丢人的。好，一共1000元，我们有1500元。好，好，接下来进行我们的寰宇搜寻题目了，可以看这个单元，大家平常动动脑筋了，看智慧了啊。哎，好不好？来看看，到底先出。绿岛，我们到处会看到呢，像这样的景观这么特殊，而且浑然天成的这些岩石，哇，真的是很厉害。他们呢都不是人工标识，都是呢自然长久以来的时间所形成的这些岩石，而且呢这形状都惟妙惟肖。我们来到这地方呢，你看，哎，它多么像那古代的一位圣贤呢，在这尿尿哦，不是，在这面壁思过，您看得出来是哪一位圣贤吗？嗯。圣人怎会面壁思过？他应该在那边一日三省吾身，三省吾身，反省自己。好，来，请问像哪位圣贤？来，计时五秒钟。好，回答了，好，答到你了。来，请写。孔子。哎呀，我们是你的学生，孟子。孟子，你刚才写邓子算了，我本来是要写，他把我改掉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子，来什么子，来，请看，答案是孔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岩石呢长得实在太像孔子了。那么久而久之呢，这边的居民呢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孔子岩。你答对了吗？
我就说有邓安宁在，我告诉我们就不得安宁啊！谁叫你把我们夫妻分散？来，拿五百块钱。迟到也不就是要？我们刚说到哪里？来，这个蔡小五立的大功啊！啊，孔子。好，接下来开始我们的狂想题。狂想题，好，问你，像刚才的《黄影搜集》，平常讲很多观众朋友特别喜欢看，因为看了以后，真的的确是啊，在家里头就可以了解很多事情，而且增广很多见闻。哎，的确，好，我们就看我们狂想题什么，请看。后果来继续秒钟，好来，沙拉油哦，里面有油，嗯，确不确定啊？油是油，油啊，油，油来看答案叫什么？怎么有这么笨的答案？面粉，很抱歉，你们答错了。来，这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来，哎，来收起来。好，刚才呢是你问我们，现在换我们要问你们题了。好，请注意看我们的狂想题，请看。八代哥是变了，小董到底会变成什么样？来，请计时五秒钟。来，好，来，请回答。啊，头发掉光变秃头，变秃头。嗯，就是变小董变邓安宁就对了啊，变小董。那你认不认他？好吗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对，秃头不错啊。来，我们看，请看，哇，你新道具。老了之后呢，对不对？还一定要更你忘了我们做了一个骷髅头的道具，真是答错了，来再给我们500块啊！这是我们哪里搞错了？好，来又进账了啊！又进账，好，完了这个单元呢，我们累计奖金多少钱？那我们是多少钱呢？1500元，我们应该超过2000元，不少啊，2000块啊，对，我们也2000块，哎，现在势均力敌，接着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手忙脚乱。
大风吹，我们照例呢要请我们现场观众一起来参加同乐啊。我们这边谁来？哎呀，好好好，欢迎你，欢迎你，来来，请来，来来来，站站站，来来来，来自我介绍，尊姓大名？廖燕。哎，好，那么马上来跟大家一起玩这个大风吹，有没有信心啊？有。来，请你过来，来，好不好？你在中间两边位置交错一下，面 好。那你到后面，哎，好好这样子啊。麻烦拿出男子气概，不要这么怕老婆。让他，不是，不是让他，不是，不要让张小文。哎，好，准备好没有？我怎么可以这样讲？来，音乐起下，来 pose， 嘿，来绕圈圈，来快点，张小文 pose 要记得摆啊，还没啊，嘿。这是怎么回事嘛？这是，你还给别人呢、啊？你就自己做了吧。你还来，音乐停下。小妹妹，我就跟你说嘛。哎呀，还好。好，来来来，来来，音乐停下。嘿，小文加油啊！嘿。爵士车，他跟我们是港铁的。起来，嘿，小伙，来，嘿，小伙，不要赖皮，来绕绕绕。小虎快点，小虎！嘿！好，谢谢你，给我2000元。好，你给我4000元的嘛，你这也赢了啊！不知道，来。啊，4000元。好，那么这两位现场观众朋友，我们一定要送你们一个对比，谢谢你们参加，谢谢。送高级对比卡。今天是爆炸题，今天爆炸题的奖品呢非常非常的多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有啊绿岛观光潜水艇的票2张，高级对比一对，汽车加速器以及水果食品。好，请注意了，到底什么题目？请看，我们都知道，伟大人类艺术和科技的结晶，那就是我啊，你我喜欢看的电影。没错，电影，这次我们中国电影在堪称影展可以说大放异彩，受了国际人士的肯定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！闭嘴！过年啊！胡说八道！这次我们中国人会大放异彩，得到这种殊荣是非常的高兴，尤其在电影年，相信可以把我们流失的观众全部都能够再找回来。对，老 K 吧，做言不如企鹅行，好，赶快去看电影吧。走，给你看电影不必了，我情愿睡觉啊！真的、啊，那更好。干嘛？你误会了你，胡说八道。哼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电影没什么好看的，到处都是3级片。哎呦，那些片你都看过了，真是好色。就是你们这么多好色之徒啊，才会那么多女情人拍3级片。哼，我就搞不懂，众目睽睽之下哎，要脱得一丝不挂的拍片，胆子好大啊！这真是啊，伤风败俗，破坏社会风气哦。你不必了，这杠子新闻局打的，新闻局早想到了，所以我们现在电影有分级制度，18岁以上才能看那种3级片呐、啊。是吗？那18岁以下不能进去，这站在外面看海报也能够看个1-2个钟头，这也会有不良的影响的，你懂不懂啊？是我不懂，我也不信懂，你懂你信懂，你说说看，你有什么良心的建议啊？有。咱们古有名训啊，就是先要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们先让每个戏院他们都播放3级片，然后呢，不分年龄，大家都来看，等到大家每天看看完了，看腻了，看腻了，大家就没有知觉了，3级片就消失无踪了。太好了，你这个建议实在太好了，但是永不采用。谢谢。你这什么馊主意？你这是？哎呦，老 K 吧，我们不要为了这些小事情伤害彼此的感情嘛。我有2张招待券，我请你看电影。是好电影吗？好的不得了。3级片，赤裸羔羊大战皮蛋董娘，保证有你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你什么时候拍3级片的？你说。我是为了想留下美好的回忆，我去拍的。你回忆？我先劈了你这个皮蛋吧。满嘴仁义道德，结果自个儿也去拍3级片，我当时假的。你这种身材，哎，像这个现金妹妹就还比较有。
哎，比较也不可能了，也不可能。不过呢，讲了这么多，主要讲到呢，现在电影啊，这个三级片的冲刺，我们真希望呢，这个好的国片都能够提升。请举出陈凯歌所有入围坎城影展三部电影，就三部，只有三部而已，给你很多奖品啊，刚刚报告过了。来，我们计时30秒，谁会？来，这么朋友介绍，这位。西蒙，我们是西蒙人生，前面两个电影，哎，这位小姐。还有那个边走边唱，还有一个红方棒冰激凌。郑雪兰，好，我们送你绿岛观光潜水艇票2张，高级对比汽车加速器及水果食品，恭喜你们！看好。好，我们在一岛这边，待会儿继续收看我们精彩的开场灵魂套。冬季的冷风里，总会想起夏日的太阳。阳光也可以唱，我也觉得这样唱，因为这首歌是张震南唱的比较好，他不会唱。再来，每天晚上都要唱。爱上一个不回家，阳光还不会唱。从来我就不觉得后悔，最心碎。